哈迪卡，我是闪电侠上路选手阿拉比，现在就让我来教大家如何生发上路这条线吧。第一点就是一等到十一等推荐，全部都要扣上过来，这样你就会赢了。然后第二点，选什么角色吗？其实你选什么都没有关系，只要 jungle 肯来，你就会赢线，然后游戏就赢。第三点，如果 jungle 来了，游戏还是没赢怎么办？那就是 jungle 放的太少，中路不够 carry， 下路不懂 carry。